咁今次你哋喺劇入邊咪做夫婦嘅新婚夫婦，係咪都係首次合作嘅？算唔算啊？今次？是啊，我哋唔識㗎本身。真係㗎？即係 hi bye 咁。第一次合作一嚟就咁多床戲，會唔會都好尷尬嘅咧？好尷尬㗎。但你今次個戰場有啲咩地方啊？太空艙啦、啊，仲有咧，會唔會有？但期間冇過電啊，大家咁親密。邊個？你哋兩個咯，唔通我同？啊，冇喎、啊。完全冇。咁講會唔會好 hurt 你啊？少少，不過。嘉欣會唔會從演而嚟最多呢啲床戲啊？係啊，同埋我覺得即係都應該都係得呢一次啊，太多啦，真係、會有啲咩會係咪有啲制服嗰啲啊？咩都齊嘅，制服、性感內衣、冇著衫。唔係，我哋拍嘅時候係誇張啲嘅，但係出街應該 OK 嘅。可能有減啲嘅尺度。但係你要相比打戲係咪呢啲戲難？係，我寧願拍打戲。寧願拍打戲。真係寧願拍打戲。其實自己對除衫咧真係有啲恐懼嘅，因為細個咧即係個心口咧係有漏痘孔啊。咁近幾年自己做 gym 咧，都好俾心機去嘗試去粗大啲嗰邊肌肉，等佢兩邊肌肉平衡翻。咁但係都即係始終嗰度冇肉咧，要由零開始係真係都有個難度喺度。咁所以佢始終都硬係爭咁啲，即係爭都一段距離啦。咁所以自己喺呢一方面係比較敏感啲，由細個直情係有恐懼嘅，係直情係唞唔到氣，跟住。好想翻去屋企人身邊咁樣，即係一除衫就係咁樣啊！係啊，因為俾人笑過細個時候，咁所以有個陰影喺度。拍嘅過程中會小心啲，因為始終男演員即可能會驚俾人誤會咗含住手嗰啲。會唔會見到 promo 有啲幫你除瘤咧？都有咩人除你恤衫嗰啲瘤啊？都有㗎，都驚都即係就住咯，咁就到。你點樣？你哋個愛情觀即係點樣去睇而家？好戲入邊啦，即可能結婚先定係買樓先啊？如果你遇到一個人，即係大家係咁夾到可以過到一世嘅，其實我唔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我反而好著重係呢一個人可唔可以同我一齊生活咯。哦，著重。即係覺得其實好好簡單嘅嘢都可以係好開心喎。就算可能佢話啊，要我同佢屋企人住，我都 OK 嘅。即係你 OK 嘅。OK， 最緊要大家有空間咯，係啊，即係我覺得係嗰份我始終覺得即係當我同呢一個人組織咗個家庭嘅時候，我哋就係一個家庭。咁我係去融入佢嘅家庭。而家感情方面係，唉，把。即係都會係。身邊都會總有啲追求者出現啦。咁但係。我不會再想是拍拖了，但現在你又做了又是老闆又是業主，會不會眼角都會高一點？可能擲偶條件會跟以前不同了。我的朋友說我厭尖的，我不是看條件，我是看兩個人近不近，大家想的東西、喜歡的東西、做的東西，即是思想。是的，我反而是想這件事，現在稍微有一點跟我即係會覺得，如果咁樣我同佢可能大家會相處好辛苦喎，咁我就 no 噶啦，我就落閘噶啦。即係經濟能力唔會係考慮條件，對方嘅經濟能力。我覺得咧咁講，要大家開心。即係如果我就算我佢可能揾嘅錢比我少，我唔介意，但係佢好介意都唔得。因為佢會好唔開心，我覺得係咁樣，即係唔係淨係諗我 O 唔 OK 咯，對方都要 O 唔 OK 咯，係啊。咁但係我都主張係即係供一份婆一份嘅。啱啱回復翻單身啊！唔係，咁你嗰個又係大碼喎，大祖兒。唔係嗰個都唔係。我唔中意大祖兒㗎。咁佢唔中意大祖兒。但係可以寫啦，嗱佢自己講。即係係朋友啫。係，因為而家即係。有機會啊嘛，咁梗係要把握住先。我同細佬都有個目標，就係想快啲買樓。就係想睇下可以一家人咁住入去，因為而家都係仲租緊。咁所以你頭先話即係大家諗嗰樣嘢咧，買樓係而家行先啦。咁你自己嘅擲偶條件咧，係咪要女神級先睇得上啊？係啊。咁你係啊？你嘅擲偶條件係點啊？即係可能你令到你有心跳嘅女仔。我覺得。有愛心啦，有個佢抄我噶嗰啲，中意小動物啦，孝順啦，孝順我屋企人啦，係呢幾樣最主要。
咁你會有樓先敢娶老婆嘅話點啊？因為會唔會即係賺到錢？其實想當然係咁想啦，即係都希望自己有即係可以俾到足夠嘅對方咁樣，或者信心俾對方。